我觉得就是参加今天的活动之前，就是其实受到很多人质疑，都会觉得说，哎，你参加这个有用吗？就是其实参加这个可能不会改变什么。可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事，就是你不站出来，你怎么知道不会改变？一大这个，没有，大太阳顶着大太阳，我侯友宜来喝喝阿哲做市长，没有，好好做市长，我们是货真价实真正的台湾人，大家说是不是？是。只要是台湾的一个公民，对于我们共同的价值，大家应该要共同的珍惜。我们希望台湾越来越透明化，越来越好，然后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欢迎收看《突击你的游行》，我是主持人木炭，今天来到国昌老师跟馆长所举办的公平正义上凯道，7月16号，究竟这群人想要做什么呢？那我们就来看看 ，Go Go！ 嗨，小牛。你好，可以访问你吗？好，这个又是什么？我街坊你的街坊，街坊你的街坊。哎、欸，对，哎、欸，你们这个超级大，超级大，这个没有，不要乱跪，不要乱跪。来，那我问你，今天你要问我，那我要问你。好，来，今天在这边做什么？蹭流量，跟你们一样。哎、欸，没错，卡池的对不对？我跟你讲，我常常卡。没关系，会剪接。来，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频道呈现出来都这么顺，开玩笑，确实，好，继续。好，那你现在跟民众党的关系？啊，我现在跟民众党的关系就是剪不断理还乱，也是很模糊，也是很模糊。大家有看我的节目吗？小牛讲正经，好不好？有，我有看过那个，你有讲那个凯道吗？对，凯道历史，对，对，有印象。年轻世代是被蔡英文阉割的世代。那请问，谢谢。动善。我们这场活动不是说不会有政党的旗帜吗？对。为什么会出现新党呢？因为大家认为新党没有影响力啊。那新党要告诉大家，新党还在啊，对不对？那我认为，不管你用什么旗帜，我们站在一起，就是要声讨台湾的不正义，声讨蔡英文，声讨赖清德。我来看一下网络的那个号召力有多厉害的。号召力，你知道今天的诉求是什么吗？居住正义跟司法正义。可以跟你拿扇子吗？好，谢谢。来看一下他们的扇子。先看看那么炎热的天气有没有用？热，真正是热。我们去这边的物资站看到底提供了什么东西。Go。水跟扇子。OK， 很单纯。水跟扇子。有什么矿泉水？一碗卤肉饭，创造奇迹。好，刚刚还拿到一个布条，现在就把它绑上去。我头太大了，直接你的汗直接把它弄了，真的。哎呦喂啊！你的头发把它盖住了。头发先起来一下。没事，你是来入侵的，突袭的，盖住合理。我们都要依法行政啊，他们都有一堆特权，然后可以去住外衣间，那种很爽。对，那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住那个新北。新北，哦，那算近的。你们淡水来？淡水来捍卫花莲。哦，花莲，花莲。OK， 麻烦来花莲做民调啊，我们等你来。等你们环岛民调。你们都在西部，没有来花莲，我们觉得很失望。啊，九月中，预计九月中。对。那你们买得起房吗？买不起啊，肯定买不起，买不起，那个是不可能的任务啊，想不，一千万到底要买不起啊，对啊，哦，尤其是台北，对啊，林佑昌还在那边说什么啊，台北买不起，你可以买远一点的地方啊，那我要买乌来嘛，对不对？就请你们好好的检讨你们自己，不然就不会今天那么多人出来了，太温柔了，有没有？凶一点，你说政府对政府想讲什么话？我觉得还是要以人民的角度去思考吧，都不懂得换位思考。当然啦，对不对？你如果父母你不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你不会知道孩子要什么东西。他们七年前就该做了，对啊，对，所以可以下来了。我们都希望三个好嘛，不会说只希望一个，因为台湾要团结一点。对啊，为台湾好。对，这个才是重点啊，所以。你说民进党里面没有好人吗？一定有嘛，国民党里面也一定有好人，只是这些人能不能做事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我相信民众党之后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啦，就是看他们怎么去解决了，对不对？明白，一下海豚会转弯，一下一个便当吃得饱，哦，一下我们不缺蛋，我们不缺电，
反诈骗哦，诈骗国家，对，诈骗国家队，原本都不知道什么黑金什么，这黄国昌挖出来，我们才知道。没有，其实说实在话，黑金因为司法改革、居住正义，老实讲对我来讲有一点远，但是就是听不懂现在的执政党的干话太多了，干到我们觉得我们人民是被当傻子，就是你觉得你这样哎一下。欸、是非是这样是可以颠倒的吧？干诈骗政府，现在在诈骗政府。哦，对，谢谢，谢谢你，怎么会来？怎么会来？专程从嘉义上来。嘉义上来，今天来到台大。那你今天，你知道今天的诉求是什么吗？司法正义，居住正义。贪污的犯，他们都坐外一间，然后就说这些人，他们这些权贵，他们那个就算逃亡了，他们刑责也不会加重，就是要来抗议这些事情。还有不法官说一定要入罪，还有就是居住正义，就一定要课徒房税，再不课徒房税，房价就只会一直涨。所以今天就是来抗议这些的。来自台湾，来了各个角落，台湾公民，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黄国昌，我好几次就是站在台南河南大道上，我们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对手，我的对手，我的对手，蔡其昌，我的对手。大家不懂的话，之后的系列会说为什么他是我的对手。OK。抽出现金塞进。人民的路，这是哪人民的第一步？你手上的小扇子，拿起你手上的小扇子，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喊：换回司法正义，换回司法正义，落实居住正义，落实居住正义。低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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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头。那我问你，你的低潮有什么？接下来你的低潮，只有出来有派对的资料。我也是，爆了。不公不义，他的承担比我多太多的馆长。永林基金会的董事长郭明，大家掌声鼓励鼓励，爸爸，爸爸，爸好大哥，爸爸好，各位台大的年轻人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们蔡英文政府承诺了要盖200,000户的社会住宅，8年过去，只有盖7户的，连还没有完工的，盖了7万户。七户。你怎么会从这边走来？所有的朋友来到了台大，来到了总统府前。把我好，拜拜。谢谢大家，顶着大太阳，顶着大日光。哈哈哈哈哈！哎，谢谢大家，加油！顶着大热天暖来到现场，我们欢迎我们的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侯大哥侯市长，大家掌声鼓励鼓励。大家好。白话，通通超棒，对不对？对。我们大家算一算，浪费劲，浪费钱，说话，铁甲88枪，蹦蹦蹦，蹦蹦蹦，太阳方便，百亿，利益，特别借这个机会，我们的民粹之手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诈骗，诈骗，诈骗。尤其的现场声音太恐怖了，黑道跟枪毒挂钩，每个人都在虚，每个人都在虚，不是来突击的吗？整治太遥遥，不错，推着宽宽体，公公做做代志，
娃娃来自贵州，娃娃来自和民进党的台和何友谊来喝喝子。做市长，不要不要，好好做市长，好好做市长，支持你，我支持你做市长，支持你做市长，好好做市长，好好做市长，我愿意支持你。要改变，现场怎么那么嗨？市场超嗨，大家都在喊。不正当的，不正当的，请去好好当市长，谢谢。请回去啊，好好做起定啊，好好做起定。帮助工下台啊！不要忘了。为什么说帮助工？哎，一百零头都要防啊，谁不知道啊？干，没有啊。可是现在是侯友宜嘞，侯友宜。没有，可是我要贴柯文哲啊。有吗？有版侯友宜？侯友宜不好吗？侯友宜还是当市长好了，还我市长好不好？新北市要市长啊！托房山树林，加油！帮助！举手之劳，举手，举手之劳，举手之劳。哦，你是来突袭的嘛？来闹场的啊？合理，合理，合理，合理。那等下柯文哲要闹一下。我们就是要政治人物给承诺的，对不对？也是立法院的党团，是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我们有请三位委员上台。无能的最大在野党，嘎丁谁？我做台长。声量如何？前阵子，你们还记得吗？真的还是在马英九执政，我觉得已经快要看不到他们了。那消失。他们希望改善生活的环境，没想到却被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采用全全。哦，有了，有了，有了，嘴起来了，嘴起来了。来解决社子岛的问题。在环评的过程当中，我们更看到柯市长通过放话表示，一定要碾压过去。我想请问柯文哲，你是不是雍正王朝看太多了？自己以为是皇帝，我要告诉柯市长，选民不是你的太监，更不是你的狗。我们不但要追求，他三个政党都嘴一遍喽，全部都嘴哦。不公无义的反中化，我们可以啊，可以啊。的区段征收，我们也不要。那国昌的土地呢？哦，国昌的土地，挖呀挖呀挖，哇！挖！时代力量早就已经推出了吹哨的跑路，但是错的还是要。无论是国法官说，违建还是会整，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除了这些打击四方，还有建的延续标家族站在一起，去年更加站在一起。换徐春世奇，他刚才说了什么？他刚刚说柯文哲跟严清标站在一起，然后就是认同吗？不是，这是不是柯文哲的场啊？搞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讲柯文哲坏话。不管这个人是赖清德，或是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都不应该跟黑金势力站在一起。时代力量从创党以来，一直把司法改革和土地和居住正义扛在肩上，所以。为什么？怎么突然下台了？怎么突然下台了？加油！大家一起！我真的蛮尊敬焦华老师的，对于环境议题这一块真的是。所以在这里，我要请教了他好多次。我们的蔡英文总统，钱仁俊要不要负责？要！钱仁俊
要不要负责？要！我们绝对不能再容许任何一个执政党好笑的给了人民承诺。结果现在吓到连看到都不敢来，大家说对吗？我们欢迎这位特别来宾，民众党这次的总统候选人柯文哲。柯文哲的场子，柯文哲的场子，为什么？太夸张了，怎么都是他的声音？网络上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其实今天不是一个集会游行抗议的日子，而是一个要促进台湾进步的日子。台湾已经经历了三次的政他根本没看，为什么要翻？就是他根本没看稿子，为什么要翻稿子？现在看了，现在看了，现在看了，再看稿，偷偷看，偷偷的，傻 baby。坦白讲哦，司法改革我反正不是专家，我只是请教过黄国昌，然后跟监督。法务部长。在站起来的男人，什么？三枪在站起来的男人，馆长。民进党下台！民进党下台！在场的人是中中中同路人吗？是吗？不是。民进党讲是吗？不是。我们都是台湾人，对不对？对。不是只有民进党才有资格说他是台湾人，我们是货真价实。三立绝对不敢见，我们会见。我们是最真实的。我们一起谢谢。换回司法公平，换回司法公平，落实居住正义，落实居住正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结束了。陆琪，你的招式。突击啊，改名了。哦，突击。突击，你的招式。大成功！绿梅，绿梅好，绿梅好。记者很辛苦，还是你们高层产物。黄国昌刚说了什么？绿梅，然后大家就转过头来骂，妈妈宝，他只是被派来的记者。对啊，但谁敢当？不要骂他了。谁敢当记者？如果说现场有遗失物品的话呢，我们会在辛苦了，辛苦。最一开始的这个。左边，希望政府能找回当初的初心，不要再骗了，做错就要承认。那其实我觉得有点遗憾，就是说政治其实跟人民很贴近，因为新闻整天都是政治，但是其实也很疏远，因为大家其实根本就没有很关心说真的这些人做哪些事情，可能当下声量谁比较强，他们就挺谁。现在这种资讯的片段在网络上可以公开，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如果说比如说我看一个片段，我觉得我没有到很认同的。我就会去看他整个片段，去看他讲实际讲什么东西，因为有时候媒体会断章取义。对，对，这个我会觉得蛮重要的。他们也不用出来解释，就是他们都是整天在媒体上放话，放完话之后都不用出来解释。就我比如说这北科大的白饭事件一出来，他们就不用聊了，因为声量都在白饭。白饭。对，就是他们就等风波过就没。但是我觉得像柯文哲这样的真人物，他就说其实他长那个，我自己也蛮不认同，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就去看他后续去怎么解锁，但我觉得重点是你要面对那个错误，并去改正。我觉得这才是最正确的事情。大家感谢你，你讲那么多，他怎么讲？
我觉得就是参加今天的活动之前，就是其实受到很多人质疑，都会觉得说，哎，你参加这个有用吗？就是其实参加这个可能不会改变什么。可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事，就是你不站出来，你怎么知道不会改变？其实我也蛮佩服那个侯友宜市长的，敢来，就是觉得他敢来，就是我觉得很值得，就是他的勇气很值得嘉许。我也看到，就是其实来参加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然后就觉得说，哎，其实年轻人现在都很勇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就是这件事情可以继续持续下去，这样，对，台湾才有机会改变。好，对，感谢这是今天的心得，谢谢。谢谢。我觉得这在媒党政军退出媒体，我觉得这算是也算是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对吧？所以我觉得蛮支持你在网络媒体的，可以去中立的去评断每件事情，就像柯文哲失言也是会有很多媒体去报嘛，柯文哲有这个压力，他就去。后续就要去做一些解释、嗯、像我觉得你这样子就很好，就是不要以一个什么粉丝啊之类的，你还是要每一件事情去了解它的始末，然后再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评断这件事到底是对还是错的，然后再来就是看你要不要支持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要检视它嘛，你支持它，但你也检视它有没有做错事，对、啊、以及它的回应，这样好，了解，谢谢你，谢谢，感谢。像我们看到台湾现在乱象层出不穷，我觉得是时候至少做一点事情，因为我自己是个 nobody 而已。其实我必须老实讲，我就是个 nobody。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呢，我连站都不敢站出来，那我觉得呢，我就会失去了改变的勇气。那我不希望这样子，我至少我一个人，我可以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这样子。那想问老师，就是想对我们观众说些什么？他们是关注政治的，对对对。我觉得不管哈你是支持什么党派的，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目前民主多元的情况之下，每一个人心有所属，各有喜欢的政治人物跟政党，这个都无可厚非。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说，只要是台湾的一个公民，对于我们共同的价值，大家应该要共同的珍惜，而且共同的要求掌握权力的政治人物努力的实践他们曾经开给选民的支票做过的承诺，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共同的利益。那今天的这一场活动，其实如果大家有到现场来感受，或者是看馆长的直播，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真的没有游览车，没有便当，甚至连椅子都没有。这么热的天气，我没想到说今天大家是从头到尾用站的。上一次623的时候，其实虽然有下一点小雨，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坐着，稍微坐着。但今天这么热的太阳，这样子站三个小时，甚至有人站得更长，我觉得这真的就展现出来了台湾公民社会的力量。那这股力量，我希望可以让我们的执政党可以听得进去。好，谢谢国昌老师。不会，老师最后想问问，今天你的喉咙还好吗？还好啦，还好。看你咆哮成那样子，还好啦，还好，还好，可以啦，可以，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就 OK 了。嗯，好，好，欢迎喉咙，辛苦了，谢谢，谢谢，辛苦了，谢谢你，谢谢，谢谢。国昌好，国昌，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我知道，我有看到你们的民调，我有看了好几次。谢谢，谢谢，辛苦，对对对对对。好，那今天活动结束，你有什么感想？我觉得今天我们凯道不管新闻怎么抹黑啦。那事实上，我们人数你能在现场吗？人数是真的是非常的踊跃，而且是年轻人。嗯，那你看到我们他会一定会说我们那个圆环没有。事实上，你们都知道转到两边去，满到因为太热了，所以大家不要让太阳晒。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今天无论是人数，还有我们最大的用意就是，无论哪一党，除了民进党，他们都会承诺居住正义跟司法正义的改革。所以我觉得今天活动非常成功，接下来就看。今年这些立委他们拟出来的政见，或者总统拟出来的政见，是不是要强化这个部分？然后看谁当选，我们不知道嘛，看会不会来实际会执行这个部分。这是我们今天说的，我相信所有台湾人不分政党，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件事情。没错，对我们今天真的不是搞笑。我无论你们 OK 怎么看新闻这边抹黑 ，OK， 他们两个在现场，今天我们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诉求都是为人民？嗯，我们没有，但是当然有一些人自己北蓝自己穿。拍谁都没办法，哦，对，这个你们都看到了嘛？对的人上去，他们就会欢呼；不对人上去，底下就躁动。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哦，我们也没有帮任何政党，这是大家自凭本事，各凭本事这样子。对 ，OK， 好 ，OK。那最后可不可以跟，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政治频道，我可以跟观众们说一些话。我希望无论是哪个政党，都可以让我们台湾越来越好。这是重点，不要老是说年轻人，年轻人，他妈所有人都是人。好不好？中年人也没房子，不要说年轻人。然后再来是台湾不可以再这样，有关系就没关系，应该是人人平等。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希望台湾我们未来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认真工作，而且不是靠混黑道，不是靠这些诈骗。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政府官员再跟这些人挂钩。我们希望台湾越来越透明化，越来越好，然后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梦想中的房子。谢谢你们两位，谢谢你们两位，谢谢馆长，谢谢，辛苦了，谢谢。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